法官兼民安管区上河再上一张，拜。祭典在29日下午3:30举行，省主席林正泽担任主祭官，执行长侯慧先、县长卓伯源、议长谢典林及彰化市长邱庆富等人陪祭。县府及市公所一级主管也都到场，鸣炮、上香、献礼、上奏书文，行礼如仪。整个祭典历时约半小时，场面庄严隆重。汛期快到了，而且梅雨季呢，在3天后就已经开始了。那我们每一次到了5月梅雨季开始的话，我们在南部地区是缺水，所以我们希望呢风调雨顺啊，南部地区的梅雨能够供应到我们的民生用水。那中部地区、北部地区在下雨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能够风调雨顺，而且汛期呢各县市都能够平平安安。主席表示，最近几年天候异常，强烈台风豪雨引发水灾、土石流等灾情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。但天灾难防，有些事情需要人也需要神。地方官员有困难，必须向城隍爷禀告，祈求在即将到来的汛期间风调雨顺，不要再发生惨重的灾情。我们看到我们的林主席关心民里民末苦民之所苦啊，特别呢到我们彰义城隍庙来为民来祈福，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林主席啊。我们相信呢，心诚则灵啊，我们中部六县市啊，因为有主席啊，还有我们的谢议长啊，还有我们的邱市长啊，还有我们的执行长啊，侯执行长啊，大家诚心的祈求呢，大家能够啊度过一个快乐平安年啊。主办单位指出，彰化城隍庙是中部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城隍庙，中部各地有许多城隍庙都是从这里分灵出去。这次在这里举办中部六县市汛期祈福祭典，可说是名副其实，也希望透过城隍爷的保佑，让台湾不要再发生可怕的天灾人祸了。